凡夫呢，可以说，如上老大师所讲的一样，罪恶生死凡夫。所以，凡夫的本体呢，都是恶的。所以，《无量寿经》就说，心常念恶，口常言恶，身常行恶，曾无一善。又说，心口各异，言念无实。韦提希夫人，白佛就说了：不闻恶声，不见恶人。所以娑婆世界恶人盈满。经中说，诸恶众生悉集其国。就诸恶的众生呢，都在娑婆世界。《悲华经》卷六也说，是一千四国所放舍者。所谓众生，厚重烦恼，专行恶业。如是众生，诸佛世界所不容受。如是众生，断诸善根，离善知识，常怀嗔恚，皆悉充满娑婆世界。悉是他方诸佛世界之所摒弃，以众业故。大集日藏经也说，若有众生造作五力谤法，毁誉圣人，犯戒，如是之人，亲近佛刹所不容者，皆生我国，我当教化。那么，通过以上经文，我们大家知道，那么只有最罪恶的众生能够生在娑婆世界。那我们能够出生娑婆世界，就如经中所讲的那样，我们是罪恶之众生。所以通过这些经文法境一照俱了，我们大众呢也都是丑恶至极的。所以净土法门呢是机法平等，大众皆是罪恶生死凡夫。你像天台智者大师，在《摩诃止观》曾列十进相，那么其中还有一项叫业相境，就是当修止观的时候，你修到什么程度，就会出现过去的所做的业相。那么其中就讲到，他修止观的时候看到残破的佛，这就表示自己过去是做过谤佛、破佛之事。所以像修止观的人，他往往是根据定中所显的业相来对境忏悔。那么境界消失，就表示他忏除干净，不像我们念佛，我们念佛呢是根本忏悔，是总忏悔。所以按照摩诃止观所讲，你自己过去是做过什么，就会有什么境界出现。那么放眼望去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你经常看到报纸报道杀人、新闻播报恐怖袭击，乃至耳闻恶声，乃至眼睛看到这些不好的事情，这些都表示自己过去是做过相同的事，你才会有缘听到
我看到这样的场面。所以佛陀在经典中也说过，啊，诸比丘，如果你看到这些不好的境界，啊，看到他人造罪造业，啊，你要知道，我们也曾造作过。但是我们大众呢，常常犯这样的错误，双眼呢总是向外持求，不知道要反求诸己。所以，当我们看到或听到这样的事实，不要做旁观者，而要忏悔，忏悔自己过去是造过这样的杀业、罪业。那我们今日才有缘呢，听到这样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大众能听到、能看到，你像现在信息迅速的时代，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，那往往呢，我们接收信息的速度就会很快，啊，我们看到这些信息，这都反映着我们众生的业障有多重。你能够看到这样的新闻，代表呢，你也做过相同的这样的事情，所以我们要透过别人忏悔自己。要知道，在业力的推动下，没有人是故意的。智者相互悲悯，愚者相互指责。所以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什么杀人案、枪击案、弑父弑母，我们要想到我们跟他是一样的，我们也做过这样的事情。我们能来到娑婆世界，我们就是罪恶生死凡夫。那我们这样的恶人归心念佛，亦能往生。所以善导大师在观经书就说了，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，莫不皆称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增上缘也。又说不问罪福，又说以佛愿力五力十恶谤法禅提回心皆往，又说利见即是弥陀号，一生称念罪皆除，谤法禅提行十恶，回心念佛罪皆除。印光大师说，信得极，五力十恶皆得往生。法照大师说，十恶五力至于人，永结沉沦在六尘。一念称得弥陀号，至彼还同法性身。又说，彼佛因中立弘誓，闻名念我总迎来，不减贫穷将富贵，不减下智于高才，不减多闻持境界，不减破戒罪根深，但使回心多念佛，能令瓦砾变成金。那么像这样的法语多不胜举，非常的多。你观经下辈三品都是恶人，下上品是十恶轻罪凡夫，下中品是破戒次罪凡夫，下下品是五力十恶具诸不善力恶重罪凡夫。这样的众生由念佛往生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就要告诉大众，一切凡夫不问罪福，但能念佛皆得往生。讲几个例子，你像曾为自己战争中屠杀生命的罪恶所恐，皈依在法然上人座下的熊谷连生房，当他听到法然上人说如来救度众生并无条件的时候，
放声大哭。如果要我砍掉一只手、一只脚赎罪，如果要我砍掉一只手、一只脚赎罪，才肯救我，我也会毫不犹豫。竟然是什么都不需要，就这样救度我的阿弥陀佛。啊，真惭愧呀、啊，真感恩呐、啊。那么诸如此类的故事很多。你像耳四郎生平以偷盗为生，亦因潜伏于法然上人讲法处，而得闻恶人救度之妙道，而惭愧念佛。又如赞岐国多度郡某某乡。有位袁大夫杀人如麻，后闻弥陀无条件救度，弃恶从善，一心念佛西行，后坐在树杈面西往生。比如中国的破戒僧维公，临归念佛往生，尊为上人；破戒僧迎可法师往生。唐朝沙基维叶张仲奎，沙留维叶张善和，这都是回心念佛之代表。所以阿弥陀佛救度是无条件的，只要念佛皆得往生。那么或言恶不能生，那是因为凡情之见所为。佛法是超凡离见。泯一切二元对立，一时法界。所谓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佛不舍一人之慈悲，佛眼之中无善恶分别。那么，就连佛经当中也有诸多恶人回归被救度的典型案例。你像阿舍世王弑父害母。那么有些经典还记载，阿舍世王杀罗汉、破和合僧、出佛身血等故事。但我们知道，佛是不会舍弃一个人的，不像我们凡夫会认为阿舍世王罪大恶极，罪该万死，罪不可恕啊！所以我们大家不是佛。因为佛的慈悲就体现在其缘苦众生。那么阿舍世王因种种恶业而受果报。那么这个时候，释迦牟尼佛在娑罗双树林的时候，就在定中观察阿舍世王患重病，于是佛就入月爱三昧。放大光明，这种光明像月光一样的清凉，照到阿舍世王身上，所以他觉得非常清凉，病也立刻就好了。所以《涅槃经》在讲月爱三昧六种功德之前就说，如来等视一切众生，犹如一子，譬如一人而有七子。是七子中一子遇病，父母之心非不平等，然于病子心则偏多。如来一耳，于诸众生非不平等，然于罪者心则偏重，与放逸者佛则慈念。那么这段经文，尤其后面几句话。于罪者心则偏重，于放逸者佛则慈念。所以佛呢不会舍弃造罪造业的凡夫，而更应该心则偏重的要去救度他。又比如印度佛教史上最著名的屠夫央觉摩罗，那么央觉摩罗是刹帝利种姓，幼年于婆罗门处学习。
被其师母勾引不成，就诬陷他凌辱之罪。那他的老师知道自己不是身强力壮的学生的对手，所以就设计借刀杀人，故意教授邪门外道的升天秘法，也就是杀死1000个人，并把他们的手指骨串成项链，也就是指蹘，死后就可以上升到梵天。当央觉摩罗正准备持刀杀1000个人自己的生母的时候，得到释迦牟尼佛的教化，幡然醒悟，放下屠刀，出家为僧，最终转凡成圣，证得阿罗汉果。所以佛教呢讲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你一切诸恶，如果能回心念佛，亦得往生。所以这正是不可思议超凡离见之处。佛法的大慈大悲就体现在恶人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之处。净土法门不同圣道修正，它是完全靠佛力救度，救度之机以凡夫或者恶人为其正机，兼为圣人。所以善导大师在《观经四帖书》就说：“诸佛大悲于苦者，心偏悯念，常莫众生，是以劝归净土。亦如溺水之人，急需偏救，岸上之者何用计为？”又说：“此观经佛为凡说，不甘甚也。”又说：“世尊定为凡夫，不为圣人。”迦财大师在他的净土论也说：“法藏比丘48大愿，初先为一切凡夫，后世兼为三乘圣人。”观彻大师《无量寿经》合赞说：“第18愿十方众生、三辈众生，皆是具数凡夫，是其基也。”圆晓大师说：“48大愿，初先为凡夫，后兼为三乘圣人。”宗密大师说：“弥陀愿众偏皆娑婆界人。”像一个偏字，道尽了多少缘苦偏爱与慈悲。所以《无量寿经》就说：“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，所以出心于世，光禅道教，欲整济群蒙，会以真实之力。”佛言：“我哀悯汝等诸天人民，甚于父母念子。”又说：“我欲无量劫不为大施主，普济诸贫苦，誓不成正觉。”那么以上经文足语就显示，净土法门以摄凡为本，弥陀救度不舍一人，正显佛教大慈大悲之理念。是故念佛，不论其之善恶罪福，只论回与不回。譬如历世数犯王法，幽闭宁无，逃到海边，解集明珠，持故传师，道于彼岸，安稳无惧。行念佛者，如大力士晚兴王所，道彼晦暗。”那么就佛教所说缘起因果，你也能解释治恶之机，念佛往生之道理。那么对于因果论，佛教它是反对圣论派的因中无果论，也批判
佛教反对圣论派的因中无果论，也批判数论派的因中有果论。那么这是就因中必受果而言，其实因中果受不受是受因缘而带，所以这是佛教主张的缘起因果。所以大家以后呢讲因果讲完整一点，叫缘起因果。那么这是龙树菩萨在中论观因果品当中反复阐释的道理。我们念佛名号为因，愿力为缘，而且必须以强缘。所以沙尔大师讲，正由不遇好强缘，致使轮回难得度。以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增上缘，你只有这个强缘，我们才能解脱往生成佛。因为我们众生呢罪业太重了，你一般的缘转不了我们众生的罪业，你只能用强缘能够转我们地狱的这个果报。所以这就是缘起因果，也可以解释至恶之机念佛也能往生之理证。所以我们这个强缘很大，所以我们这个名号就是最大的强缘，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，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功德。所以阿弥陀经讲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这句名号就是多善根多福德，善中之善最极上善，福中之福最上之福最极之福。那么关于罪恶之机往生之理证，可参考我之前讲的以汉传净土宗思想及南传上座部佛教思想，是以恶人念佛往生之理。所以这个我是从不同的观点来阐释为什么恶人能够念佛往生。你像唐山大师，他是用三在世，在心在缘在决定，就是说凡夫罪业如霜露，弥陀救度如大眼红炉。凡夫罪业是虚假的，弥陀名号是真实的，所谓一时能破万虚。所以像在日本佛教界受人尊崇，称其为和国教主观世音再来的圣德太子就说过一句话，世间虚假唯佛独真。那么虽然弥陀救度不减善恶，但是切记不可因弥陀大悲放任造罪。弥陀虽度下品下身，救度武力棒法具诸不善之摄取门，摄取门更与十八愿摄为出武力诽谤正法之一指门。那么这个一指门呢，是为了更为慈悲摄取。是故真体佛心者身心柔软，你怎么会放纵自身？所以法然上人在《何语登录》就说过，虽然弥陀的本愿罪恶再深重的众生也要救度，但是真正领受到弥陀誓愿不可思议者，即使一只蚊子的脚也不会去折断。如果大众反闻此法而放纵恶业以自庄严，法然上人就说了，则以利佛心，乃狮子身中虫，反食狮子肉，堕外道种性，怕漏于佛之慈悲。所以大众千万不要起这样的邪知邪见。那么弥陀虽然不舍恶人救度恶人，但是要知道弥陀见善人则喜，见恶人则悲。我们要尽量成善人念佛，让弥陀欢喜，不能放纵自己的恶业。所以学佛法你一定要正面思维，你的内心一定是要向善向净向上，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，但是心态你得放正，你的知见得是正确的，
善人念佛，恶人念佛，不管你是什么根基，那么念佛的功德是不增不减的。所以法然上人曾经说过，法然之念佛与彼阿波界之念佛全同也，若以为有所不同者，完全不知念佛之意也。如以锦绣包黄金，与以高包包黄金，同是黄金也。彼阿波界一思蒙佛救度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法然一思蒙佛救度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彼此更无差别也。那么这一段文当中就说了，这个阿波界，阿波界就是恶力邪见之人，后来皈依法然上人，成为热心之念佛人。那么法然上人拿这个来做例子，就是阿波界这样的念佛人和我法然这样的念佛人，那么所念出来的佛号的功德是一样的，是没有差别的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